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隆重欢迎蓝队全新上任的队长碾鱼。整天哦，只有到此时此刻才发现是势均力敌的时候。有没有？你们看蓝队笑不出来了吗？身为一个队长，就是怎么样？队长跟向力都一样，都不用做事，看着表演就好了。轻轻松松 ，easy easy。哎，你就不要这样，然后害蓝队整个懊恼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他就是派去打卧底。对啊，我上次就不好让他过来。你换过来啊！要是蓝队真的输，你要承担惩罚。惩罚你一个人接受。可以，我一个人接受。不然呢？哎，他我是不是队长？不是。他带伤一整天就是惩罚。你都没有看他私底下有多难受吗？我快当队长了。来看一下，今天蓝队有六号、七号、八号三枚金牌，然后这边是二号、三号，没问题，总共就五个在身上了。那这一个呢，我们平淡如水，我们一样是从黄队这边先发，五分钟之内每位队员你要用扁担把那个水舀到这边，但因为那个水桶是轻的，所以你要用自己的脚把水桶压下去。上来之后到这边也要用自己的脚把水桶倒过来 ，OK。好手好脚不用，对，要靠脚，一定要用脚。好的，那就由黄队开始喽，计时五分钟，请就位。新的黄队，抢起来。新黄队，没错。好的，黄队与北北，计时五分钟，开始。哎，这脚超冰的。可以啦，可以了。我也不要穿鞋子喽。好冷呐。冰很冰的，哎呦！哎，卡豆卡豆，对，大家对对对对，蓝队后也没有，这个很难的。我们玩的时候也是大家洗脚水比较好啊。换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姐姐，好，加油，速度够快，五分钟内可以一直轮哦。脚水稍微，注意注意。好冷，注意，哎，这个感觉是我小时候桶子在里面，桶子在里面，对，打出来了，可以啦，哎呦，哦，哎，灵活，他是足球队的，脚，哎，这桶子太高。对，哎，你的心应该还在我们队吧？摆进去干嘛？准备放脚，你才是卧底吧？这是我们的卧底。哦，这才是卧底吧？他没在演的，他前面都靠其他队员呐。对，哎，龙也很强，可以。队长，你是不是来这边怕输所以认真了？你可以吗？扶着他，一直扶着他。你们要扶着他，要扶他。要用脚，要用脚。要用脚。这好感人，这是很感人的画面啊！对，换脚。你好，这水温 OK 吗？好冰，口都 OK， 好妙哦。好冷。我来送你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追。好冷，好冷，温度温，有点久。好冷，真的很冷。
一个好 man， 一个好 man。比较短。所以所以所以。一个感觉。用水来洗脸吗？还是？啊，有可能哦。你现在给他们一个很棒的 idea。所以好冷哦。所以所以所以。手要放在板，手要放在扁担上，手要放在扁担上。赵伟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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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扁担上，手要放在扁担上，很棒啊！所以啊，啊啊哈！五分钟应该都满了。哦，对啊，哦，难呢。够吗？马上回答。很喜欢泡脚呢。你就把泡妹的方式拿来用泡脚，快！你的裤子有卷跟没卷一样，换脚换脚。还好我们换了一个水，越少越干嘛？你懂啊？阿东，脚我帮你换走哎，阿东你要认真哦，不然我们会输。阿东，我好汗，我好汗，我好汗，你又跳操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把我们的水桶踹破呢！脚趾头的力量是要对呀，对呀。好细腻，好细腻哦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豆哥，你豆哥，阿豆，阿豆，我。对对对，豆哥，哇，好熟练，很久了。所以，所以可以嘞。他上辈子就是洗衣服的宫女，有没有？对水很熟悉。哎呀。灵活。但都倒到外面。豆哥，你就过去就好了。吸过的水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倒一点，倒一点，倒一点。不要，不要。没有啊，你有水啦！好，你这样就可以了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就要回来了。放弃，放弃，你就出去。好，你好，再回来，回来。好，可以了，回来，回来。啊，连刀都没有刀，你还有一点水呢。对，好，不要动，我不要动。哦，五分钟好久啊！五分钟，五分钟怎么这么久？太久了吧？我们玩第三次。好，没有了。好了，这最后一个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好的，恭喜黄队完成任务。我们今天黄队下来最精彩的一关，真的，而且还有同事爱，多好，对不对？好的，究竟我们蓝队表现会如何呢？请就位，蓝队预备，计时五分钟。今天你够逞强啊！今天我拿到了。很强哎，等于会拉伤，你不要的啦。哎，演讲，休息讲，有有有，休息，队长，队长加油，队长，休息啦。你好像白露丝哦。你休息啦。白露丝干嘛？拉伤，太狠了。好痛哦！他超痛的，好痛啊！啊，好冷！不要逞强了，年年痛来逃避哦。可以。你要围巾啊，围巾，快一点，围巾，不要出来，要围巾。白露丝，白露丝，很烂。他真的唱了，他没有故意。你们的头好痛，好痛啊！哎，还有五分钟，你要接力耶！不行，跟豆哥一样过去回来就好了。但你要过去回来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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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。可以的，不要勉强啦，阿威。勉强啦，简简单单的可以了。叫叫阿威，来来来，放点放点。太高，他不起来，太高了。你看，好可怜，我们长高有什么用？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太高很粗，现在很冷，现在就压压，现在大手背。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好，好，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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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脚长的人真很衰，兄弟，该跑，哦，看到长出去了啦，踢翻了啦，长出去了，哎，这感觉太冷了，没有办法，超冷，超冷，哎，腿长得不利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不行，小杰不要勉强，加油，加油。脚也很小，杰腿毛很长哎，踢翻，好冷，来左手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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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杰在小杰在里面，对，倒不进去，倒不进去，对，倒出去，哎，不错不错，热热，我们会不会输啊？哎，这个可以慢慢来，慢慢来哦，慢来就好了，不要急，走路好看哦，哎，要走秀，走秀，走秀，快快快快，漂亮漂亮。怎么那么强啊？他很灵活，对，灵活。你是不是都用脚在做家事？女状元哎！哇，哎呦哎呦，灵活灵活，灵活灵活，超灵活灵活，哦哦哦哦，灵活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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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错，可以可以，跳跳跳跳跳跳，脚趾抽筋。
要逞强啊！抽筋了，抽！你再用多，等一下要倒用多了。快点啊！队长加油！他平衡感超烂，真的。他平衡感很烂，你看他。哦，你表情，我们要看你表情。太够了啦！看表情，我们要看你表情。踢出去，踢出去！你爸在外面，他把他踢出去，踢出去，踢踢踢踢踢踢倒，踢倒，踢倒，踢倒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太痛了！哎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，救护车来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车来接你了，来接你！哎，看到了，这里，太经过了。哦，要这样。维刚，快快快快，我们有机会的，没有机会，没有了，可以了。结束了啦，结束了啦，差不多结束了啦。脚太长不方便，脚太长更不方便。红点不要了啦，红点不要逞强，红点。踢打红点，红点踢打踢打，踢打偷笑，好笑。对对，台球还快点来，正在一路好笑。我知道，等一下如果惩罚，谁要惩罚？加油！有惩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吗？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可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快快快！来高手的精神，进来进来！老张，老张，你再深一点，都是你啊！快快快快，闯闯闯！还没好，有机会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而已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而已。对啦，差一点，有机会，当然了。你赢，你赢，又是你啦！你凭最后一次啦，凭最后一次，我有机会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啦！啊，跟我一样啊，快撑过去！还有机会，等一下，把这个套进去算了。快点，快点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快快快，用脚，用脚的，用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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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你过，对的吧？输了啦，输了啦！啊，好笑哦！哦，我的天哪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你以后年以后要跟丰田一组了，年一出现丰田就放机智了，很烂呢。都是你，都是你啊！怎么样都不会赢的啦。你讲的好像是他弄的。对啊。好的，我们行礼如仪，还是确认一下到底是哪一队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确认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哦，哇！谢谢鲶鱼，谢谢丰田，谢谢丰田。好的，我们最后一关胜利的就是黄队，精神出来了，精神出来了，有啦。好了，那恭喜黄队，我们先来选择一个金币，我们这边有14、5、9、10。来，哎，新队员10号。十号，好，确认哦。OK， 好的。那目前呢，我们这6枚金币现在已经在他们的手上，这边有2、3跟10，这边就是6、7、8。好的，等一下我们将6枚金币都摆到桶子里面，再看看到底是谁最后获胜哦。哇，好。